绍这只那个一只小猫，然后它是女生，然后个性非常温顺，然后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尾巴，它的尾巴长得是一个问号的形状，你要摸了才知道。然后它有点感冒，啊，女生已经结扎好，啊，今天会带出来救你。然后它的名字叫做是，它叫什么名字？女生。女生呢？你叫她叫什么名字？叫妮可还是叫什么？我也想不到。嘿嘿，哦，她叫妮可，女生。然后她左眼也已经萎缩不见了，左边眼睛萎缩不见了。但是她个性非常的温驯，然后大概六个月。然后如果你有看对眼的，好，请赶快来信跟班主。好，很乖，问号型的尾巴。